他用一首天亮了存在啊，这个好知道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而且都知道哇，恭喜你吧，是吧，金金棒啊，真是好，我这唱了，你这三首歌了，唱了你金棒，爆金棒，恭喜你，你有安排这三首歌吗？这是黄飞鸟的三首，没有啦，这些都是比较慢的歌啦，我乱讲，要笑我，我要在你唱一首快的。其实现在的慢歌也是可以唱很多的嘞。可以啊，其实什么歌都可以。好、啊，那大家我们听点新的吧。哦、啊，从低音的关上哦，慢慢的关掉。真正慢的，啊，不然才唱电动。就是因为安怎呢？因为那个乐队老师非常的厉害，无论你一关是一炮进来啦，我讲你厉害，你讲为什么啦，老师？什么搞破的？啊，无管你什么破，什么关进来啦，你人已经当老在了，挂到那个在了，我跟老在了。不要讲，都不要紧，开电脑了嘛。好听哦，来掌声欢迎，是啊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赖佳敏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浩翔朋友。
轻松的可爱的维哥哈，谢谢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我们左边右。